拉布拉多要剪尾巴吗？拉布拉多是不需要剪尾的，给狗狗剪尾无非是追求美观和方便。可能早期拉布拉多作为猎犬时，为了避免长尾巴被树枝刮伤，有人将其尾巴剪短。但现在的拉布拉多犬主要是作为宠物犬和导盲犬饲养，大部分生活在城市中，剪尾后不仅不会增加方便，反而会影响它的外貌美感，因此是不建议给拉布拉多剪尾的。